大家好，我是李心洁。那这次呢，我有一部新的电影，就是《鬼域》要上映。那这部鬼片呢，蛮特别的是，它在讲的是，环保、遗弃跟遗忘的一个主题，而且里面呢，运用了非常多的，很棒、很专业的电脑科技去创造鬼域的世界。那希望你们呢，大家都一起可以跟着我一起走到鬼域的世界里面去感受。